清凉大师这个抄里面解释的更好。他这个抄的小字末后一行讲发生，雷震的意思容易懂。发生是标啊，云何为发呢？单住禅位，其大功用啊是治虫发动。云何为生？令住众生，善根萌芽，为生令生。这个法了，法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觉悟，本身过去学佛所学的，就像治虫一样。治虫说，冬天冬眠呢、啊，小虫冬眠呢、啊。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，心发不起来啊，不知道怎么做法了，就像这小虫在冬眠。春雷一打了，小虫警觉起来，起来了。春雷是什么？大方广佛华严，这是春雷啊。我们一接触明白了，晓得应该怎么落实，怎么去做，怎样把三福落实，怎样把六合落实，怎样把六度落实，与一切众生交往，与一切众生接触，必定要遵照遵守佛陀的四摄法，无往而不利呀、啊。什么样的障难，自然都能够突破。我们没有自己，全心全力令一切众生善根萌芽。这是一个没有佛法地区的众生，帮助他种善根，帮助他善根成长，帮助成长的成熟。这菩萨道啊，学菩萨的人就要干这些事情啊，菩萨事业。高峰慧王，他从这个法门证得无上菩提。我们今天读到他的赞颂，他的报告，知道怎样修学，知道啊，我们自己平常所学的这些佛法如何真正落实，而不至于变成空谈。佛以大愿，做众生多善根之因；以大行，做众生多福德之缘。令信愿持名者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而皆是已成。注意的，已成不是现在成，不是将来成的，是已成。这个意思是救众生，谁解谁能承担。句子里面呢说得很明白，阿弥陀佛是以在因地里面所发的大愿，能做众生多善根之因。经里都说过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唯恐自己的善根呢少了，唯恐自己的福德不够，这种想法并没错误。如果我们不晓得经里面这个道理，那我们的确是望洋兴叹，一筹莫展。怎么晓得我们可以借阿弥陀佛的善根？阿弥陀佛了，善根福德太多太多，怎么借他这个因缘来做自己多善根多福德的因缘？这个意思非常非常重要，必须细心体会呀。如果要会得了，自己就充满了信心。如果是不能体会，对于自己的疑惑很难断除。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愿行能够做我们的因缘呢？那是因为佛以他的愿行成就了四种净土，加持给我们，我们也一变呢就成为多善根多福德之人。念念支持名号，相续不见，那么就是念念以此善根福德
成就如是称信的功德庄严。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阿弥陀佛持名念佛，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这最方便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最容易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，最可靠的方法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贤愚才艺都不必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，你能守住这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习，肯定成就，而且成就的时间非常快速。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宗，是莫大的幸运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我们能不能成就呢？完全在乎我们对这个法门呢，能不能相信。三个条件嘛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因缘我们去做了，问题呢，善根福德。弥陀经人讲得好啊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缘足了，没问题了，现在就善根福德。善根是什么？能不能相信？只要能信，善根就圆满。善根里的包括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解。只要你真信了，那解就不必了。你真肯干嘛，福德是真干呢，真念呢，真求往生啊，你就决定得生。那我们的信心不足，就要求解。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常常告诉我们，不可以轻慢呢见老太婆，他们不认识字，他们不懂经教，一天到晚在念佛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他的成就的是我们望尘莫及。我们用经来做引证，经上能够这样真干的人，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当中他得诸佛如来为神加持，他没有丝毫疑惑。他不需要演讲，不需要听经，一句弥陀他就成佛了。如果没有诸佛如来加持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善根里头最重要是信，有信当然就有愿，有信没有愿，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有愿必定有信，愿什么？真愿意往生啊，真愿意亲近阿弥陀佛。所以他真的是万缘放下了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。福德是什么？福德是真念，是福德，真的往生。信解行证，善根是信解，福德是行证，往生就证果，就成佛了。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只为一桩事情，帮助众生觉悟，把众生教好。最低的限度是不让众生堕三恶道，也就是劝导世人断恶修善。纵然不能脱离轮回，他不会堕恶道。有善根的，我们能理解一个众生在六道时间一定很长，真的所谓是无量劫来，在六道是头出头没，业障习气都很重，所以教化比什么都重要。教是手段，目的是化，变化气质，化恶为善，化迷为悟，化凡为圣。在古时候儒家也说，读书要在变化气质，所以教化了在古时候是常用，这话却是看到效果，看到成就。佛菩萨除这个之外，他不会到世间来，他对世间一无所求，来就是帮助有缘的众生，缘成熟了他也来帮助他成就他。所以这一条路我们可以走得通啊。
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只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个个成就啊。善根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，真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福德了，无上的福德了。因缘我们有了，我们具足了，我们遇到经宗，遇到这一部大经，缘具足了，三个条件统统具足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。所以极乐世界全体四徒三辈九品居住的环境都是花果芬芳，光明照耀。今朝闻雷王无何，专心念佛意云何，根尘扫尽弥陀现，也是转空眼。